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，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，眼神温暖坚定满笑浮生，是一段风华一直留下蓦然回首。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，你怀中却似春天，花香布满了世界，酿成好景如夏天，树荫遮住了眷恋，清新与你在秋天，琴声绵绵散落，叶片片轻渐渐。徐督办，你既然认为这不是君子所为，那这次询问你就不必参加了。我和费总统两个人可以互相做个见证。左参谋，你这是信不过我吗？这种事情你做不来。费总统，请。长官好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左兄，坐。费总统，费总统，谭司令，穆小姐我们已经带回来了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徐督办呢？徐督办身体不适，我让他回去休息了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你们下车的时候，徐督办的身体并无异样啊。谭司令果然在等我们回来啊，怎么心虚了啊？心虚，反正我是清白的，你们查不到军火那就得放我走。没查到军火，没查到军火我们带穆小姐回来干什么？穆小姐已经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了。谭司令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话实说。怪不得不对劲儿，那个女人根本不是万青。哎，左兄，你还让我说什么实话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军火，这份举报明明就是诬陷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你非让我自己诬陷我自己你才满意吗？啊，那刚才你紧张什么呀？我能不紧张吗？你们也都知道我跟穆婉清刚刚闹翻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。哎，他要是跟你们说什么你可千万别信，他巴不得我倒霉呢。你就是怕这个？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遇到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女人，是你你也怕？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。这个不能告诉你。要不这样，你把穆婉清给我叫来，我当面跟她对质，行吗？还是怀疑我是不是？行，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我一条一条证明给你看，行吗？谭司令，我们在码头确实没有发现军火，至于穆小姐的证词我们只做参考，不予采信。
这样，结案报告明天一早我就上交北京，等待陪都军批示，到时候你的嫌疑就自动解除了。行吧，左兄，我相信你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那个穆婉清再敢诬陷我的话，你就多关他几天。哎，别，干脆一直关着他，省得出来祸害我。什么东西？哎，左参谋，这下你们应该可以放心了吧？我就说了。庆者自庆嘛，啊，谨慎一些也总没坏处的嘛。二位，谈的怎么样了？有结论了吗？谭司令一听穆小姐指证他，马上就急了，还让我们多关穆小姐几天，别把她放出来祸害她。都说这女人心海底针，没想到这男人觉醒起来，也毫不逊色呀。听到了，今天一早左参谋就已经递交了结案报告，结论是谭玄令无罪，就等北京的批复下来放人。山下纯一呢？听说山下先生住的地方昨天晚上被抄了，还抓了不少日本人，连长谷川秘书都被抓走了。哎呀，这个山下纯一啊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么确凿的证据居然让姓谭的全身而退，真是功亏一篑。在北京批复没到之前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调查组已经查到了军火，谭玄林很快就会被定罪，你再嘴硬不松口也是徒劳无功的。哼，既然都定罪了，那我说什么还重要吗？恐怕徒劳无功的是你们吧。哎呀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徐伯勋真是穷途末路，派你们这几块料来，连我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，还想对付我小叔叔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知道顾小姐身子骨硬，不怕打。那我们来点更刺激的，啊！黄包车，去华商总会。
停车，停车！这不是去华商总会的路啊。山下先生，穆婉清陷害了我们，我的手下全都被抓走了，我需要你配合一下，让穆婉清付出代价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徐元，你又要干什么啊？别怕，第一次打吗啡都这样，以后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打完，你会感觉到飘飘欲仙。来，吗啡，你，对，比起鸦片来说，毒瘾大那么一点点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今天给你打的量，比起致死量来说，少那么一丢丢。你敢？你敢？安住！你别过来！你王八蛋，这么下作的手段你都用得出来，狗急跳墙，你混蛋。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，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，只要你说你亲眼看到谭玄林与革命党勾结，我马上让你解脱。你做梦，嘴还这么硬。半小时之后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大小姐，好消息啊，刚才徐公子打来电话，说是北京的批复到了，谭司令没事了。那帮日本人都被抓起来了吗？左参谋的人昨天晚上蹲掉了日本人的那个据点，抓了好多人，包括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。不过山下纯一没抓着，可能是跑了。山下纯一跑了，那穆婉婷呢？我让商会的人留意了，如果见到穆婉婷马上报告。来了。裴督军的批令已收到，你已经解除嫌疑了，现在可以出门了。这次多亏了你了。不客气，反正我也不是帮你的。哼。那姓左的呢？是不是不敢来见我了？姓左的嘛。报告，报告，左参谋有令，由于找到了新的人证，需要对人证进行询问。左参谋现在已经赶了过去，还请谭司令先留在这里。新的人证，谁啊？是顾月霜小姐。她在哪儿？今天拉到多晚了？有没有见过她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到她进了闸北旅馆。走。没时间了，怎么样？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，只要你亲口承认谭玄林与革命党勾结，我就给你解脱。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求你了。
欠调查组，我要整理一下头发和妆容。早这样，何必受这皮肉之苦？到底怎么了？你来了，你来了。我现在回答你，请我一生落寞，就算模糊这世间，看
情况怎么样？交给我们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徐督办，一共抓获人犯12名，只有山下纯一潜逃。我们要把这些人犯给领事馆遣送回去，请您确认。档案员说，穆婉婷只查阅了一份资料，他去给我们打电话的功夫，穆婉婷就已经走了，前后不超过5分钟。时间这么短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穆婉婷刚拿到哪份资料？马上拿给我。是。还有没有备份？有的，拿给我。是。你赶紧通知巡捕房，有人要破坏汉口路的自来火厂。是。师傅，再开快一点。好。谭司令，婉清呢？穆小姐去汉口路的自来火厂了。再开快点。好。山下先生，您找管道做什么呀？你不是想置谭玄林和穆婉清于死地吗？我现在就帮你完成这个心愿。你来看，图纸上标的就是这儿。拿着这张图，我去看看配电箱。居然能够全身而退，你认输吧。你还在帮这个女人？当年她的父亲杀死了你的父亲，如果你要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你现在就杀了她。应该杀的是你。你以为你收买了那个谢尔盖，就真的天衣无缝了吗？
个骗我！我找到了谢尔盖，洋枪队当年的同伙，他们告诉我，在江浦曾经遭遇了一伙用开花弹的日本马匪，而那个领头的，就是和谢尔盖在日俄战场上交过手的日本老兵。这个日本老兵就是你，山下纯一。没想到你一直在跟我演戏。没错，老子就将计就计，本来想留你这条狗命多活几天，可是你自己找上门，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要看一看你有什么本事来要我的命。最好别动枪，要动枪我们谁都活不成。杀你不需要动枪。给我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在利用你？他想把明火扔进管道，点燃整个上海的煤气灯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后果就是穆家彻底完蛋，你和谭玄灵也会彻底完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？你就为了这点私人恩怨让整个上海陪葬吗？私人恩怨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失去这一切吗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妈会死吗？就因为这点私人恩怨，我让整个上海陪葬，怎么了？你疯了！你跟我走！不，跟我走！别动！你放开！婉婷，放开我！
我不跟你跟我走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放开我！弯道进攻，打开！不要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好，对不起。这个银坠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去了，就一辈子留在你这里。不娶了，以后都留在你这里好不好？
我们去把军干，都怪我没照顾好他。 我特别害怕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我怕晚来一步，如果你在，我们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没有算到徐伯爵会对顾小姐下手。我以为我瞒得很好。 你是怎么识破的？其实那天回家看到照片，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洋枪队是不是在江浦和人交过火？是啊，遇到一股马匪，不过有惊无险。马匪？遇到的不是军人吗？洋枪队那是帮老爷押货的，怎么能对军人开枪呢？ 对不起啊，之前说了那么重的话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才瞒着我的，但我真的好庆幸你是骗我的。那我瞒你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那天你在我家看完照片，突然就不辞而别。 我就在猜是不是穆婉婷在相册里做了手脚，所以这些天我就一直盯着他。我发现私底下他和山下纯一的秘书长谷川有来往，我就觉得他们要对我下手了。果不其然。 他们弄了一批西药到穆家的仓库，我就害怕他们要对付你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直到廖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。我想了个办法，摆脱了山下纯一的监视，乔装去了码头。 到了码头，正好看到那批军火上岸。我为了拖延时间，把六号仓库和九号仓库的牌子调换了。 担心管事拿钥匙来开门的时候很快穿帮，说来也是运气好，那天刚好有一个管事喝醉了，我就打电话支走了另一个管事，把六号钥匙的位置和九号钥匙的位置交换。啊，先生，门口有一个您的包裹。我。 我刚换完。
左参谋的人就来了。那个喝醉的管事就带着他们去了九号仓库。开门，六号仓库的门。就这样，在你们检查九号仓库的时候，我调走了六号仓库的军火，又把钥匙还了回去。而且在出货单上写下了山下纯一，落户在日本商会的名字。麻烦填一下单子。最后呢，又让穆管家把出货单放在那批西药里，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婉清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非常的危险，如果那个管事没有喝醉怎么办？可是通敌是死罪啊，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。那你就不怕吗？为了你我怕什么？泪花成雨满天，回到相遇的起点，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，一望无际天空海阔，我许下承诺，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。若忘记你轮廓，如何拼凑，让几个空将我复活，拥抱着起落与灰中扑火。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，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。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，策马与你高歌。到相遇的起点，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，一望无际天空海阔，我许下承诺，让红尘与我们